时代的每一帧的变迁呢，都是千变万化的瞬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能量冲击的魅力。好的，时装 Love Sheila 与时装 Love Sheila Om 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通过视觉所传达的关于美的一瞬，更是一次次在期待中爆发出的冲击力。是的，在彰显流行个性与青春活力的这个时代，我们不再含蓄地表达对于美好事物的追逐，用张扬的个性青春造就这个时代迸发无限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今晚的第一个奖项，2018时代能量时装之夜年度盛典的时代冲击力奖，请看 VCR。有请2018时代能量时装之夜年度盛典时代冲击力奖获得者周冬雨、王俊凯、吴磊、刘昊然上台领奖。以上排名不分先后，有请。有请各位。好年轻啊，这画面看着让人心情很好，是不是？是，青春的能量扑面而来。来来来，场中场中，同时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颁奖嘉宾，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霞上台，为我们的时代冲击力奖获奖者颁发奖杯，有请。有请。粉丝在二楼是不是？来，有请。台下的朋友在这个瞬间拍的都很开心。楼上的粉丝这时候已经开始悄悄安静下来，在等待。谢谢，我们一起来合一下影。来，我们一起在场中。要感谢他们用自己张扬的青春个性，迸发了这个时代无限的可能，也让我们看到年轻人身上自我展现能量的魄力。好的，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王晓霞，谢谢，请台下就坐，谢谢您。有请我们的四位时代冲击力奖的获得者，接下来要一一的发表一下得奖感言。对，可以啊，可以啊，就位吧。浩然，你先来吧，你最近。要不然女士优先也可以。来，冬雨。感谢时装给我这个冲击力的奖。我觉得像我这种时代温婉娴熟的女性，跟时装的精致大气特别的合，特别的配。希望没有冲击到大家，也希望后面跟时装的合作也会督促自己多多的传递正能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精致大气。也不用走吧，继续站一会儿嘛，陪着大家可以陪着聊聊。来，浩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然后感谢时装杂志对我的支持，然后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然后其实我是挺懒的一人，那这个奖就用来督促我自己，让我自己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然后争取接下来赶紧把驾照科目二考过去。谢谢，祝你早日通过科目二。小凯。 Hello 大家，我是王俊凯。首先感谢时装给我这个奖项，这个奖项真的非常的沉，非常有分量。那么呢我也会继续努力，然后呢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来，吴磊。啊哈喽大家好，我是吴磊。然后那个非常感谢时代，这个也太低了吧。终于有人说实话了。我忍不下去了，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吴磊，你刚刚讲那话的时候，周冬雨脸色很不好看。不好意思。冬雨好像正合适。这个非常感谢时代给我这个荣誉啊。然后冲击力啊，我觉得冲击力是一个
吸收沉淀，然后再释放能量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好好的学习沉淀，然后以后也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献给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喜欢我的粉丝们。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四位。谢谢，恭喜四位充满青春活力的时代冲第一奖获得者。不用慌张，可以台下落座了，谢谢。好青春啊，看见他们就真的是那种心情很好的感觉，而且真的几个人他们讲的得奖感言都好接地气，因为他们真的的确需要好好学习。什么好好学习考驾照啊，忽然会觉得说，哎，这不是我们大学在做的事情吗？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很远了，但他们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他们因为年轻，因为青春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也让我们会更加的觉得感动，也更加给我们带来一种震撼的感觉。